我们的标舞节哈，真的不止我们嘉义在地的这个舞团哈，跟学校来参与而已啊。那现在有越来越多这个外地的这个学生啊，都来报名参加，所以我们这个标舞节已经在南台湾造成一股风潮了。我们也希望，哎，越来能够有越多团体来参与我们的活动。